即个即摆比头拄仔无，搁较无，搁较浓稠，对，搁较大片啊。诶，人客啊，你看我即摆有法度饲瓜哦，即真正时间歹算啦。半暝啊爱甲煮米炊好些，一直甲即摆安尼几点钟过啊，半工啊啦，即有影辛苦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麦芽糖的烤鸭，我们自己的麦芽糖。哎呦，你看那个声音。难怪现在变成大家口耳相传，而且慕名而来会来到石碇找你们预约的，就是这一道。哦，哎，慢慢慢的吼，它拢水个大绿，因为这是上主的物件，佫无用农药，所以这香菇佫高佫香。这就是它吸取日月精华，而且这香菇是真的很厚实。你可以试试看，这不是道具耶，这是真的香菇哎。哎，哎呦，感觉真的是很漂亮哎，完全是手抓蛋包的概念吗？要抓哪一个还有规定哦？就是永续的概念，永续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绿色好旅人喽。哦，空气够好的呢，今七早八早来到石碇啊吼，我不是来爬山的，我是要来找一款甜。啊，这款甜哦，足神奇的，伊免掺糖就会甜。听讲这个甜吃落吼，会当安尼润肺，会当清嗓，够适合我这个歌手的。而且更加厉害是讲吼，这个甜佫会当做烤鸭呢吼。这个叫做什么烤鸭？麦鸭、樱桃鸭。哎呦，你看那个声音，好酥哦。对，而且它汤汁还在流。哦，唔知道到底是倒位啊？头前一间厝，我来看卖，敢会是这个所在哈？哎，拍摄，大哥拍摄，给你执着一下吼，我治好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我想要给你请教一下吼，因为我要来找一款甜，这款甜听讲唔免掺糖就会甜，而且佫会当做烤鸭。吃，吃就是啊。吃。嘿啊，我叫你做的这就是啊。这是啥？这叫米。吼，啊，搁个黄虾，迄个麦啊，吼，麦芽，啊，这两个甲南岛镇有无？嘿，啊，就比麦粿啊。这只看下，敢那昨昏无洗碗，结果你讲伊是麦粿。嘿啊，你要食看卖无？啊，你这就还袂好，我吃。我才有好个啊，我创一下好个，你吃好无？就是你虽然食麦粿啊，我这麦粿对啦。对啊。啊，你讲这会变安尼？哎，对。差遐济，对。嗯，哎。哦，康熙，哦，你康熙无染出去，嗯，哎，真浓郁的呢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味。对啊，就是番薯味。我这啊，这是番薯味哦。对啊，又因人小炒香炒的哦，煮出来味够有番薯的味。哎，足香的呢。嗯，它不会粘牙。对啊，而且不会很死甜。这内底无掺糖。对哦。唔免掺糖就会甜，对哦。啊，有这款豆酒，对不？你知啊？啊，你安尼是咧过船啊吗？啊，这个划船哇，这是米，甲麦啊无，甲南岛镇，这哦，这差不多两三点钟，三点钟以前哦，这米就炒好啊。这买半米啊，都要准备。对，嘿。啊，对啊。啊，这拢啥米？煮米。有麦啊，嘿，啊，搁用咱山顶的山水掺落去，三项尔，对，三项的尔，三项会当做麦粿，对啊，就是这三项的尔，你要试看嘛？我拿看麦啊，你遐轻点，那个背下，无就喷下个贵的嘿。你讲，哎，安娜，有啥物手势无？无啊，你就是下骹哦，你就是下骹一个搬起来，你就对啊。对啦，大灶下骹好无？顺到50度的尔，50度。啊，反正这鼎是尖的，啊，伊的速度会不平均。嗯。所以咱大约二十分钟，你爱甲下骹甲拉起来。那无伊会夹鼎是？不是，无伊的速度会不平均。哎，头家我安尼算袂歹啦。啊，袂歹，会使。这头一天来上班，这会过关无？会，会使。问题吼是安尼啦，我嘛是想无。安尼有法度变袂个高？我甲你解释一下，你即摆看这内底有米内底有足多的淀粉。这个麦它有大量的酵素，然后它两个去合在一起，有没有产生一个化学变化，分解出来糖叫做还原葡萄糖，就是我们刚讲的麦芽糕。要后一个无步骤，要来去脱水啊？脱水哦？嘿啊，即马即无糖化好啊，佮熬起来。啊，摕个脱水机甲脱的，啊，伊食出来煮，啊，就煮，啊，就像就变麦糕啊。哎，啊，这马你话放个遐面对，哎，对。哦，这只困难的代志我做。啊，对。啊，你看，
即嘛有哦，哎，啊，这个放在涂骹，嘿，放涂骹，嘿，啊，这个这啊开落去，啊，这样水就出来啊，啊，你就脱水啊，系啊，哦，水就出来啊，啊，甲放落去打落去水分，吼，水分拢在遮。而且我看你即马你脱水的时阵哦，迄大脚爪拢开始咧起火啊吼。对啊，爱有好啊，爱准备啊，愈早困有无？伊愈紧好啊。啊，你若脱起来就，你看，这你来望看嘛，哎呦嘞，对无？这是哎，大大无？哎，你看，出水无？哦，这就是泡。泡啊，对吧？啊，这袂加钱嘛？这是炖甲贵些。哦，啊，不过这天然的啊。对对，这因做起来，啊，佫足足健康的。安尼吼。哎，对啊，放下个。哎，真好，啊，我看过你做，好，阿你讲，好来，来，你好呀，好手机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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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哟，哎，好，好，这里更多哈，阿个来吃有你，这里来吃，我今日你要走这里，好，阿仔，阿仔，怎么没去啊？哦，去不去啊？啊、我来是用这去煮面的锅哦。来锅是阿辉哟，哦，这是阿辉哟，另外一个。看他现在忙起来，规个灶卡呢，倒了菜菜。要搓，另外要先搓。所以这个店内底物件都是抽出来嘛，头家对吧？对啊。阿辉这条缝安尼去去去哦。哦，你好。对，你好。老板娘哦。老板娘是老板的娘。哦，那你是老板的太太。太太。哇，我拄啊看你那边脱水了哦，吼，马上爱抽来个这个澡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接下来就是要控制火候，然后把水分给它浓缩掉。这个部分要多久？这鸡就要两四两公斤，四至五个小时。可能这个手才爱四两斤。啊，这爱钢，拢是钢的呀。啊，你是不是刚放到这，你还爱搁做啥物？过火啊！啊，这火我看你拢行到真好势啊！吼。哥哥，茶就贵，茶爱钱嘞，茶不是免钱嘞。我相信这原料嘛是真歹处啊。哦，拢爱。水米可能较简单啦。啊，麦啊嘞哈。家己种。家己种。你家己种对啊。恁家家己种麦啊？系啊，种面床卡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来补水，证明真假。我买新草来看。暗示来到。哎，你卖大哥，你要无言，你这个老公暗示。真正暗示啊，我给你骗啦。啊，伊无看袂。但大哥无看。不，暗示。我一届见面，你就。哎，想伤多啊，你啊。安尼，我想伤多。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。我要接我嘛，是你啊，讲想伤多嘛，你。我纯粹叫你看哦，你不要想太多就好。啊，这是啥？哎，哇！来进去，可以进去啊！进去。哇塞！关起来。哎哎哎喂！这个时候来叫做啥？外卖草莓浴室。所以讲你真正米啊是家己种的哦。它需要大概一定的时间的啊，因为麦是属于北方作物嘛，所以我就是要给它创造条件所以这个看不见的原物料是什么？扁肺啊。因为你必须要控制一个温度，对不？像安尼，咱保持通差几度？18度，那个就是孵化之后嘛，开始看小苗开始出来了。这多孵出来呢？对啊，这多孵出来呢。小苗而已吼。像安尼偌久？哦，安尼要爱两三天，然后这个就大概3-4天了。这三四天？对啊，然后这个就是准备可以拿起出来。像要种干安尼偌久？一礼拜？大约。一礼拜？大约。它现在吃起来是甜的。哦，这样可以生吃啊？它可以榨汁喝的呢，它是精力汤哎，小麦有很多的酵素。我试试看。三十吗？对啊，用门牙前端慢慢咀嚼，咽回甘，有不？它有一点点甜味，一点点。对，自然的。哎，好香哦！为什么一定要在暗示啊？一点星光。会怎么样？哎，对，阿姨就是一点星光。你嘛袂当互伊放咧吼，一直大就嘛是无好啊，就是爱食拄好。对，就是在酵素最漂亮的时候再把它。就像现在这个时候。所以你仔细观察，它的胚芽是不是圆锥状的？有没有？等到它越长大，又开始有切成片状的，有没有？变形啊！看袂出来这种学问的吼。这边要做什么？怎么这么可爱？这下面是什么？玲珑啊！哦，这个是玲珑啊！画玲珑，未杂碎。就是这，啊，你来带我来这要创啥？哦，来啊，请你吃白鸡啊！啊，听到这爱吃白鸡啊！啊，你这有两盎哦，无同款是哦。
其实我有很多案哎。很多案。来，你讲看卖。来，你这提出来这是啥？哎，关闭。吃东西要从原味开始，来用心品尝，把心带出来一下哈。来告诉我会不会粘牙？完全不粘牙。对，重点是你有吃出它有一个地瓜蜜的味道吗？有。对，因为淀粉，糯米的淀粉在炭烧之后叫做那个勾渣米。啊，对，你是那个咖喱。我知道你很会很会唱歌，来这个帮你润润喉。唱歌有声音，那是我骂老公骂小孩必备的。啊，对啦，怕给那点心态嘛，没给那点拿好嘛，对不？你这是咖喱的吼，这咖喱的跟原味的色水就无啥同款。对，它颜色比较深哎。它也是COVID-19 三年当中询问热度最高的，对，它可以帮你润气管。所以咖喱是加啥？蚕、贻贝科、桑葚叶、蚕壳。接下来的话，够有哟。当然咯，那个宜兰啊，阮隔壁有无？柑橘类唯一可以吃皮的。金橘。对，金枣，金枣嘛是够老的哦，加金枣，所以伊是季节限定款哦。来浪客啊，浪客啊，哈，当季的跟着节令吃哈，不要我正在卖你就不来买，他一下价就天天给我问，小姐啊，你的金枣卖了没？对啦，你这家看起的啊，有没有？好吃好吃，而且你们就是不断的有创意的发想。这个哎，你拿去送人哎，你不是随便买得到，是不是很有面子？真的，丢没啊？然后六日的话，我又开始有那个体验玩糖活动，还有接我们的烤鸭，所以有的吃，有的玩，你怎么不来嘞？烤鸭，烤鸭好了没有？我在等烤鸭哦。哦哦，好好好，好，烤鸭好了吗？那吃烤鸭了，好。哎，这变色啊呢，哪里扣啊吼？对啊。啊，这个也袂好。啊，咱来做一个试验嘛，你看。没有试验。啊，即马个幼芽会接触空气，空气比较冷嘛，然后被它吹下来，它就马上就会停住。哦，这你看有没有？对，有一点凝结了。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来看它，哎，它掉很慢，然后凝结嘛。啊，像安尼也袂算完全好吗？搁差一时啊。搁差一时啊，搁差偌久啦？哎，三分钟吧。三分钟哦。而且我发现讲哦，恁拢无伫拉丁啊呢？啊，袂，这免拉，免拉，免拉，袂个免拉。安尼哦，对哦，伊袂调丁。哎，啊，你安尼是为当时开始学这个做白鸡糕，到即马？哦，十几年前啊吧。以前哪会去学这个白鸡糕？伊当初啊？伊当初啊，就是我本来是做派件嘛。阮老爸讲啊，你等下山顶卖到迄个派朋友，搁在咩交餐嘛？啊，等下山顶以后，俺要找一个头路，对不？啊，有钱靠啊，所以就要找头拍车。我爸就会做咩个啊，无咱来做美国，别个讲好爱做美国，啊就开始做美国。爸爸一直讲就讲好，无咱来做。对啊。无想到讲这也赚着钱啊，别赚着钱。诶，无想啊，这个就是讲诶，啊，未歹啊，爱来做啊，啊就安尼。但无出去外口找头路嘛，找无半下。因为钱靠上多啊。无人敢用。对。愈做感觉诶，啊，这物件诶，甲真适合我啊。啊，厝诶无，大家讲斗阵做，我顾诶就厝诶，就开始做美国啊。啊，你一日做，安尼做到即马？对啊，啊，十几年过去啊。做十几年啊？会使起来啊，我不要 OK 啊，你啊，你啊出去啊。哦，我走。对，你今天边啊才看到，我今叫你。哦好。哎呦，起锅喽！这个叫，这是即马会比头拄好无？够好无？够较浓稠。对。吼。欸，人客啊，你看到今麦有法度起锅哦，这真正时间歹算啦。半暝啊，爱甲煮米炊哦，烧一点，甲今麦安尼几点钟过啊？半工啊啦，差不多啊吼。一个人工作都八小时，这怎么睡啊？这有影辛苦。什么烤鸭？麦鸭、樱桃鸭。哎呦，哎，我们通常去大饭店啊，那个师傅都会在旁边有一个有没有现切的秀，对不对？周边服务，请问是您本人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啦，现在是我是这边的。哦，那个大师我们没办法跟人家比。哎呦，你哎，刚刚出炉的。对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麦芽糖的烤鸭。我们自己的麦芽糖。哦。哎呦，你看那个声音。
你这手炉就是迄落五星级饭店的大师的手炉嘛？小师傅啊，没办法跟他比。哎呦，像这个都要先预约，对不对？六日的话会有体验团活动跟烤鸭，就是提前跟我们讲。你若雄雄照来，来拍摄，佫无通啊，好你吃啊，看别人吃，爱看别人吃吼。很好哎，那我们这样烤鸭可以有几种吃法？三吃，三吃。对，等一下再出来两吃。然后你们先把这一次先吃一吃，现在可以吃吗？当然了，现在最好，正在等。我挑哪一块？这块好不好？随便你啊，都可以啊。有皮的，不要烫到。收收收。有没有听到？哦，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好酥哦。对，而且那汤汁还在流。嗯，你刀子可以离我远一点。别人拿刀我是不怕，你拿刀我很害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哦。哇，很 juicy 耶！对啊，因为要烤到刚好啊，烤太熟的话肉就没汁啦。而且那个皮哦，这样咬一咬咬一咬，真的会有那个麦芽糖的香味在里头。哦，对，因为它会有一个焦糖化的那个味道，很香。焦糖化，对，时间上的控制，火候上的控制，都是很深的学问。熟能生巧。啊，你那香菇就是变作香搭，把的香味都裁掉了。裁掉。你看汤汁，你看。哇。这个赞，这种精华哈，你知道吗？一只鸭只有一块一块肉，一个地方那块肉是最好吃的。那块肉不是最脆，可是它是最嫩。哪里？等下我跟你讲，我等下可以先拿给你吃。他永远都把那一块肉先给我。看他那个得意的笑，幸福成那个样子，他刚刚嘴巴笑到耳朵这里耶，都裂开了。他永远都把那一块给我。给你啊，今天不是给大嫂，今天给我。换你、啊。我何德何能啦？哇，是这块？这块连骨的这块肉。等一下，这在哪里的肉？在腿的。对，是这一根的肉，一次只有两根而已。你会生气吗？平常是你的专利。当然不会。所以大哥这辈子只有把这块最好的肉给你吃，再来就是我了。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别人来宾也没有这样子了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蔡昌宪来也没有这样子。没，那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。接下来是我们家的小三了。我给他生了两个小三呢。怎么样？吃起来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哎，好有弹性哦。那我去拿去后面做两次，再另外两次再做出来啊。这什么好意思啊？不会不会。那你先去忙啊。好啊好啊。好，我们先跟大嫂聊天哈。OK OK OK。哎，你真的很会嫁。啊？会吗？没有啊，我是嫁不出去吧。哎，老公很贴心哎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王大哥的时候啊，我有点怕怕的。哦，他。因为我知道他过去的人生很精彩，记录辉煌。可是我跟他相处下来，我发现他呢，铁汉柔情。哎，其实他有温柔的一面。哎呦。大嫂，我知道你是从大陆，从中国。嫁来台湾，你当初那你敢不知影讲这个王大哥是真尔精彩啦？哦，当然知道，知道，我爸都有跟我讲。你没有犹豫过吗？犹豫吗？0.1秒，有啦，没有啦，就缘分到了呗。那嫁唔到人，那是足艰苦。对。你袂烦恼吗？我爸说这样，阿公，我爸，五成，有可能改，有可能不改。五成？哎，就是五成，对，那个第一就是五成，你自己去赌，对。那目前为止，我觉得很好。觉得大哥的变化有多少？脾气收敛，跟火打交道啊，应该火气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他有在收敛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我不能用一般人的眼光去看他，他是二班人。二班人。对对，可是他能做得到，你做得到吗？我绝对做不到。他可以戒毒，我可以戒毒吗？我也做不到。看老公这样子的转变哦，你觉得很欣慰的。对，还有爸爸也很欣慰，对，因为爸爸走了，可是我觉得他可以放心的走了。一个支离破碎的家，你可以靠麦芽糖又把我们粘得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做，很脚踏实地在做。我很恭喜你耶，我觉得，哦，我真的很恭喜你。那，哎，刚刚为什么这一盘突然跑出来？他又出现了。我刚刚只顾着跟你聊，我也没看到。所以这是第二吃吗？对，第二吃。这个就是炒鸭肉，直接吃啊！我不客气哦，好不好？不客气。你们是不是在等我讲话？没关系。我真的没有空讲话。
就会很好吃。所以总共有三次，一个是片鸭，我们应该是要包饼皮，然后葱段，然后炒的。哦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做好就来。你再不回来，我们都在聊你的坏话。没关系啊，哇，第三次就是煮汤了哈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大哥做，大哥做。真的很厉害，难怪现在变成大家口耳相传，而且慕名而来会来到石碇找你们预约的，就是这一道。所以很多老客人都讲说，哎，阿丽小米岁开始煨汤啊，没有啦，那个是重操旧业。重操旧业？对啊，那十五岁就开始学，那以前是卖烤鸭的嘞。75年就学烤鸭，麦芽糕之前是做烤鸭的。哦，真的哦。我75年做到80年，然后后来就因为发生一些事情嘛，所以才后来才做麦芽糕啊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就是不学好啊，然后。哎，汇率你莫讲，对啊，不是我讲的，安尼你别生气哦。不会啊，不会。今麦遐物件拢收起来，对啊，不会，没有刀了，要不要来碗汤？汤不错，来。我要喝汤，你干嘛把话题撇开？我要问你事情呐。那也真。我头跨过去啦，好不好？你的人生实在是讲真精彩啊！大起大落，对啊，大起大落啊。什么款的力量，让你讲愿意改过自新、痛定思痛，说未使，我不爱去做歹囝。哦，那个就是嘛，亲情吧，父母有没有？当初就在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也不离不弃，然后再过来就是我娶到个好老婆，我老婆的鼓励，然后又有小朋友出来，所以要努力，就在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。我很好奇，因为我知道爸爸已经不在了，如果有一个机会啦，让你好好的再跟爸爸讲讲话，你有什么会被对讲？我可能跟他讲说没有啊，你别烦恼啊，说你家人大汉了，会使甲即个无继续无传落，传两代传三代，继续直接传落，别烦恼。我佩服王大哥，他重新做人的决心，跟他愿意浪子回头的勇气。可是其实我更佩服的是大嫂，从中国大陆嫁来到这里。而且她的老公过去是这么样的精彩，她比我们任何人都要有更大的勇气。可是呢，时间证明了她的选择是对的。爸爸的麦芽糕让他们重新凝聚了整个家的向心力，那这个家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甜蜜。这个铁台真的是不加糖就能够有的甜美。Life is golden and silver, but my life is no money. 这首歌虽然很悲情，可是它却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想当初我刚进演艺圈的时候找不到特色，结果英文版的金包银就变成我的特色了。今天我来到双溪，我发现这里真美，可是很多人也说它没特色，其实不是。今天我就要告诉你，因为在双溪，它有台版的马力欧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哦哈哈，啊，就你啦，你就是台版马力欧哦，哦，在秋高拢你家哦，哎，版本版的哦，当水果大绿，因为这是上主的。你讲太公包无同款，所以你上高骨高骨胖。这不是道具耶，这是真的香菇哎。你就是台版马里奥哦。什么是台版马里奥？我们不知道哎。啊，你拿着铁锤要干嘛？我要敲香菇啊。我吃过香菇，我也没听过要敲香菇。什么是敲香菇？那你跟我到现场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啊，伊就铁锤要去敲香菇啊！啊，马里欧就是安尼啊！啊，伊就是台版马里欧啊！哎，志豪，哎，教你怎么做醒菇的动作。醒菇？他在睡觉吗？你干嘛把他叫醒？已经休眠够了。每一次他采完以后，我们都要做醒菇的动作。今天他的近视体已经跑到下面了，所以我们要翻队过来。哦，他才可以又再往这边下来，下面敲击他，啊，那个醒菇哦，这样就叫醒菇了，他近视体就开始往下面跑啊，所以他会长出来很漂亮。像我这个场域然后讲，一次都要换堆30吨以上，30吨哦，辛苦你们了哈。你不要出一张嘴，来，你试看看，你
怎么知道我都出一张嘴？先翻，先翻再醒。好，这已经是里面大概上小只的，结果嘛是不哩啊重吼。我是不是敲太大力？ Okay, 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可以哈。全部的段木都全部要翻堆醒固。所以我今天要把所有的都翻堆。Yes。谁说你可以讲 yes 的？好，知道。那这边加香菇哦，就拢直接，这拢接水的。哦，这香菇拢你加哦。版本版的吼，这种水果大绿，吼，这里有啥水果大绿？你讲太空包无同款。对啦，我一般看拢太空包，啥你无用太空包啊？不干你只搞干是不中啊？因为这是上主的物件，佫无用农药。所以这香菇佫高佫胖。这就是它吸取自月清华。哎呦，我已经讲过，包括我只大绿的香菇呢，吼，你用慢快呀，你抓到它的根，吼，往下压，就起来了。而且这香菇是真的很破，你可以试看。这不是道具耶，这是真的香菇哎，哇，这真正你都要讲厚实，怎样？三磅，哇，这里有告诉有告诉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记录以后吧。哦，对，压，捏着往下压，哇，这真水呢，你上自然的一定真水的。你讲你用天然的净化吼，你敢唔敢讲会糖会来嚼啊？什么原因？这叫湿的所在啊，姜啊来吃，放弃来吃。还有过地下糖的白的，算白下，所以阮的园内底拢是铺红地毯的行，主节白蚁往椴木上面跑，对，可以延长寿命，让菌丝体更旺盛一点。安尼你的椴木拢敢那超级巨星的，大家拢行红地毯的，阮拢行红地毯的。大家先有诶拢用农药滴喷咧涂下，是。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就说，上好的物件就是拢无污染的有机栽培，友善种植，对吧？好。好，我来倒办啊，好不好？你这拢爱办就来啊，哎，拢爱办，哦，办就好啊，哈，办就好啊。哦。啊，南面我带来带你来正康啊，过买菌啊，红啦。这个打洞就是它是自动的那个。看看，等一下，所以你都是这样一口气这样，安尼冷，没有？对，啊，都爱做精贼吗？不用很整齐，但是至少说间距深度我们都控制好的，所以它一打进去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弹回来。好，我试试看。打到底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弹回来。我试试看。哎，开关。好，你开。李大哥，像我这样的距离安尼会使无？啊，伤宽，一般距离都差不多。爱搁较捌的哦，较捌一撮。哇、哦，你这有影爱经验爱功夫呢吼。对啦，好，正好因为我们打完洞以后，我们就过来这边要做埋菌的动作。埋菌哦，就是把菌丝体吼，把菌丝体打到洞里面。是。哦，最后面一个风蜡很重要，因为风蜡如果风不好的话，杂菌跑进去就。比较麻烦，好，要往后面拉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再塞进去就好，把真菌埋进去，打得扎实的话，它真菌就比较不会有杂菌跑进去。吕大哥，做甜的嘞，今天辛苦你，来给我请一下烤香菇，有影，来烤香菇，安尼好，安尼辛苦我记得你吼，烤香菇，迄个。好香菇啊香菇那也不管。香菇就是用胶西啊，治好你自己拔。可以现采现烤哦。对，这么好。因为它是有机的，随便我采，随便你采。那我就不客气。你看你要采几朵就尽量。我就不客气喽。好，这个应该都可以吧？都可以，可以哈，都已经八分熟了。哦，这样八分熟。我今天开始给你吃伤济，你惊到半刚好我来啦。你看满山都是啊。来，那我们拿过来的时候，那怎么办？这个。椴木的那个地桃修刮处理掉就可以了。
也都不用洗哦。不用洗，其实也可以生吃啊。哦，真的啊，因为那是有机的，是吧？对。今天你带我去参观，我感觉讲你想要比较辛苦哈，你那才坚持啊。其实我们早期双溪的农业发展其实是很兴盛，我们这边整片都是茶叶跟梯田。哦，较早是种地。啊，但是因为道路不是很方便，所以这些人都没办法就跑下去下面的矿场去做工，所以这个荒废掉。刚好有一个机缘，我爸爸买了这片地，是有将近40几公顷。我上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荒废的时候，实在很可惜。所以我毅然决然说啊，既然是这么好的环境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恢复原来的生态生貌？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造林的动作，造林算是很成功，所以它会自然涌泉跑出来，生水以后才能够养地呀。所以我现在种香菇也是做一些疏华造林的工作。是，我们希望是下一代子子孙孙能够看到好的东西。那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我是觉得值得。其实这么拿的旁边一根造出来啊嘞。哦，好香哦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哦，一滴滴，还有水分呢，还有 QQ。哦，好好吃哦。这一切的坚持是为了什么？除了呢，能够用最有机的方式来种出好吃的香菇以外，他坚持的是对这片土地的友善啊，因为他希望不会因为种香菇对这一块土地造成任何的破坏。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，这也就是他爱他的故乡的方法。哇，余大哥，谢谢谢谢。无啊，今天你带我呢吼，这个蔬菜吼，我学着真济物件呢。哦，对啦，后摆过来我拢点解。安尼一定爱，一定爱。啊，我是说麻烦你吼。啊啦，我太上街啊一个朋友吼。嘿。专门做伴手礼啊！你这麻烦你提伊。哦，伴手礼我就上爱。我遐香菇啥，有哪拢伊甲我倒。安尼哦，好好好，安尼我即摆来送，好无？太仓街25号啊，就这，就这。拨顶铃哦，有人在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有一位吕大哥哦，他叫我送这个香菇来，是说这边有电香菇是吗？是你吗？有。哦，这是你要的香菇啊？对。啊，你好。哎，这是他说你这边有双溪现在最新最热门的伴手礼是不是？热门不知道是不是热门，可是有。我可以去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可以啊，请进。这么好。该不会你现在想要做泰给我吃吧？我是其实要给你自己做的。我做。以前那保养，那保养跟皮肤较水啦，看起来真少年呢。吃猪肉就好哦。啊，不过你这不是卖猪肉，你这卖鸡肝的。里面有这个秘密武器，就是这个双溪猪肉。等下，鸡肝内底有鸡无？有。你是猪肉哦。哎。做对 ，OK， 我的厨艺是零哦，没关系，这个我做得来，做得来，切它的一半就可以，切它一半，就像这样切吗？对，可以把这个全部切完，然后把它直接丢这边，这样对不对？可以，差不多这个大小吗？可以，再让它小一点。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偷懒，就没有切得很小，直接丢进去，对，感觉好像很厉害，可以啊，很厉害啊，对啊，这样子可以啊，很好。不厉害的人是不是就是他？我们先把这个香菇的这个地头，这个把它这个地头呢切掉。对，切掉。我们要把它切细，像这样吗？对，这样子可以，很好。切丝是不是？切丝，对。哎，你看我这个这样子的，可以，很好啊。刀工哦，你觉得一个初学者来讲，你给多少分？80分。真的？这么不难哦？不难啊，对。花椰菜脯，你给它那撒蟹吧。对，撒蟹吧。撒蟹吧哈，它这边被来处理多久啊？我们要炒，把那个香菇炒香。现在我们开始在制作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它全部倒进去炒了。全部吗？全部。
我们炒热的时候它不会需要很，差不多大概三到五分钟就够了。反正我们会给它不停的一直把它炒饭。三到五分哦。嗯。不过我们是用那个，香味已经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有味道是不是？对。嗯。怎么样炒看起来比较厉害？还是我这样子就很厉害？这样子就很厉害的。出口是不是？这个时候是差不多 OK 的。OK 了吗？对。好，起锅。好。看得出来我是没有在下水的吗？看不出来。真的假的？其实你动作都很自然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那个咸派的那个蛋液。咸派？对，盐巴加一两个汤匙都可以。黑胡椒，少许。牛奶全部倒进去。反正我们用这个打蛋器把它搅一搅就可以了。我还真的没有这个打过蛋。达到它颜色一致就可以。颜色一致。对。那你要加多少起司粉？差不多这样子。天哪，爱吃起司的看到这个真的会疯狂。这是我刚刚的作品吗？这是你的作品，治好香菇派。治好香菇派。对对对，做得很漂亮啊，比我做的还要漂亮哎。好，我先吃一点点试试看。哇，好香哦。对啊，很香是不是？真的好香。都有那个浓郁的香菇的味道，然后有那个起司。味道如何？我吃一颗看看哦。我刚刚还担心那个起司会不会不够。嗯，结果都有起司的味道，结果恰到好处。嗯，椴木香菇的味道真的很浓郁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打个分数。十分，100分。哦，100分。对。哦，十分是另外一个换算的方法，100分，满分，满分，好吃，好吃。谢谢你教我，你看，让我很有成就感。不会在双溪这个地方看到这么年轻的朋友留在这里，很少见。你是从小就住在这边吗？在这里长大吗？没有，其实我是在菲律宾长大的。你在菲律宾长大？对，我是菲律宾长大。我阿公阿嬷是双溪人啊，爸爸妈妈毕业过后就去菲律宾做生意，然后我就在菲律宾出生的。那你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又回来双溪呢？哦，因为双溪就是。也算是我们的老家，我有点喜欢双溪的生活。双溪就是看得到大自然，没有到台北一样那么紧张。生活都过得很快，这里生活的节奏比较符合我的个性的节奏。可是这是吸引你回来双溪的唯一的原因吗？我其实我是为了要追求我的甜点的梦想啊。差不多8年前在书店有稍微翻了一下食谱，就觉得对甜点很有兴趣。几年前在台湾写过一段时间，然后有在菲律宾开始做甜点，可是就觉得好像技术还是有点差异，所以就决定回来台湾继续学习，继续成长。其实追求梦想的同时，其实它也是需要面包来支撑。你的生活怎么办？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？哦，其实我在台湾也是有在兼职的工作，全职的工作。对对，我晚上或是周末就是会继续努力做我的甜点，或是我的咸派跟面包。回来学烹饪，这对来说也是要勇气的哦。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可是有的人很浪漫哦，例如我。我把我本来的稳定的薪水，有稳定薪水的工作给辞掉，因为我想要全力以赴拼演艺圈。事实上呢，这样也让我吃尽了苦头，因为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的积蓄都花光，还负债，好变卡，好负债将近100万。当我听到 Chris 告诉我说他回来逐梦，可是他有找到一份可以让他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去支撑他追梦的过程，我就很佩服他。我觉得他勇敢，而且他头脑很清楚，也希望看到 Chris 的这个例子的朋友呢，你在追梦的同时，真的要帮自己先找到面包。今天呢遇到你，我也很高兴，你还教我做了这一个治好香菇派。我也很高兴，你可以把治好香菇派做得很成功，你很有成就感啊，很有成就感。我也很有成就感啊。不过我今天好累哦，有没有你可以介绍我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，可以让我再去更认识双溪？哦，那你拿这个便当盒，然后你去老街找一个姐姐，她会带你去游双溪。哦，这样。对。哦，那我先去。好，可以。好像在化缘哦。好，拜拜哦。好，拜拜。加油哦。加油。
奇怪，那 Chris 讲叫我来找一个纸啊，还佫摕这个便当盒，那我一路行来袂想敢那化缘嘞，嘛找无一粒纸啊，唔知伫底。我过来遐看卖好啊。提便当阿爸，我不等你了。对，在外面卖关子，我自己把它打开。哎呦，真的是很漂亮哎！你的每一个东西的设计里面，一定会跟我们的当地特色农产品做一个结合。对，完全是手抓半包的概念。你看到你第一个应该要先抓哪一个？要抓哪一个还有规定哦。早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好，姐姐，你好，我看你也拿一个便当盒哦。对，跟我一样呢，吼。是啊。你该不会就是 Chris 叫我找的那个姐姐吧？没错，因为我们要去买好吃的东西。你看，这个双溪好山好水哦。啊，那我们当然不希望有垃圾那么多嘛。好，那你就带着我拿着这个采购神器，我们去化缘，不，我们去买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去做绿色旅游。阿妈你好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阿尔基卷第一个采购点哦，还头家娘哦，哇，你是安那保养，那保养甲皮肤遮水啦，看起来真少年呢，食猪肉，食猪肉就好哦，啊，不过你遮不是卖猪肉，你遮卖鸡卷呢，你有看到我们隔壁呢，就是他们的猪，哎，里面有这个秘密武器，就是这个猪肉，双溪吧，是顶，双溪猪肉，等下鸡卷内底有鸡无？你是猪肉哦。本时代吼，上起这乌迪亚巴的一点点，全台三大猪呢，顶双溪猪肉嘞最北部。啊，所以讲你家己的猪乌迪巴上盖好的猪，摕来做这个鸡卷。哎，安尼哦，这一定爱吃的嘛。我即卖当先现迄落水试食一袋啊，好不？讲到安尼会飞天会震地安尼，甲门牙讲才好吃。即卖你来吼。细袋就好啊，你看我樱桃小嘴，够我多食这一块，这大袋。对不？恁去嘛，真好食哦。哎，切了小小。好食，真正好食。虽然即马是恁去哦，不过恁去感觉好食。好食。哎，迄个内底猪肉的香味哦。哦，很浓郁。有蚵啊，洋葱啊。洋葱。对啊。马蹄、挂蹄拢有。内底有马蹄，佮有挂蹄。对。哇，真丰富哦。安尼好，好，好，尽量好食，这爱买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这个都是家庭？对啊，家庭。真的。妹妹。哦。孙子。很赞哦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第一站就成功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阿妈好好厉害，鸡犬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前进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哦，好热闹哦。这边呢是双溪呢，最热闹的市场。那因为我们这里是半南古道的中继站，是，那常常会有一些来往的旅客，那他们就近就可以采买一些方便带走的隐藏版的美食。你带我来家，除了要看这个中继站以外呢，我们还要买什么东西吗？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来去提一下我们在这边隐藏版的阿爸。阿爸就阿爸，够隐藏版的阿爸。哎，有，哎，就是这啦。哦。这卖当看不？哎，来，咱来去头前哪行哪讲。哪行哪讲，我今麦阁未当看，这么神秘，哪行哪讲。因为那这个都是隐藏版的小吃。哦，总算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。是啊。不过淑慧姐，你赶快告诉我，这一个这么漂亮的便当盒，它是什么东西啊？旧的味道哦，超贵哦！它这上面是用我们双溪的香花野姜花的叶子包起来的哦 ，OK， 就让你闻到双溪的味道。双溪这边就是多山多水嘛，哦，那这么多雨的地方呢，野姜花呢，六月到十一月是在双溪河的流域都看得到，都闻得到这个香味。OK OK， 哇，这超贵，就加上了一些野姜花。那不过你刚才提到说你要带我去吃这个这里才有的。而且是最漂亮的美食，在哪里？应该是它吧。哎，
哦，开箱一下。我对不起，随时换你自己开。我不等你了。对，每次问你都还没卖关子，我自己把它打开。哎，这个是环保纸箱盒。OK， 所以它是一个便当盒，对，它可以溶于环境。哦，这个材质它就可以溶于环境，所以它不会给大自然造成污染。对，它不会造成负担。哎，哎呦，感觉好漂亮，真的是很漂亮哎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包了双溪的野姜花叶子的姜花粽。姜花粽，对 ，OK。然后里面它还有椴木香菇，椴木香菇也在里面。是的，是的。OK， 这个东西它是什么？这个是香菇萝卜糕，而且是 Chris 做的。你的每一个东西的设计里面，一定会跟我们的当地特色农产品做一个结合。对。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是不要那吃，我不炸低啊呢。这就是我们环保的绿色旅游的概念，完全是手抓环保的概念。所以，哎，你看到你第一个应该要先抓哪一个？要抓哪一个？还有规定哦，这样你才会有工具啊。那就是它了。哎，就是它。那它是谁？餐前水果。然后中间呢，这个呢是我们双溪黑猪肉香肠。哎，一样来自于我们那个阿尔鸡卷。哦，他旁边那个大哥，他是有卖猪肉。所以你们就是这样子的安排，都是有巧思的哈。对对对。我先吃了这个之后呢，那这个竹签就变成是我吃后面东西的最好的工具了，是不是？减量我们的垃圾。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饭包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来这边旅游的这些旅人呢，他可以一边玩一边走，还可以一边吃。那这些呢，我们集合起来又变成漂亮的饭包，就很疗愈，对不对？很疗愈。而且呢，我从这一个最美的饭包，再想到呢，早上你交代我要拿的这一个铁盒子，这就是你们爱家乡最好的方法。是，就是永续的概念。永续。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绿色好旅人哦。做伙行出好将来。